师尊，那边的敌人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博士。就用这个。真的没问题吗？当然。怎么回事？博士，虽然此次的敌人非常强大，但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到了作战录像，相信博士已经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吧。嘿嘿，保存为代理指挥阵容，今晚我就要用。好的。我回来了。听说拉维尼亚小姐对衣服的搭配也有所了解，所以想让你看看我的这套。你用浴室吗？不用的话我先用了。你在看什么节目？你怎么了？那一刻年少的四叶突然长大了，身为野兽的他挺起了雄性的骄傲，今已经无法忍受，今夜四野将加入狩猎。就是这样，身为罗德岛干员的我居然害得自己的弟弟产生了非分之想，我想赎罪。把他拖进浴室，用你的袜子塞住他的嘴，让他发不出声音来，用你的狠狠他的，直到他从他的里露出来也不要停下来。罗德岛还是别待了吧。